首歌是《花儿与少年》，也给我们全体团员合奏。这首歌呢，《花儿与少年》是青海民歌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青海在哪里？是在东部还是西部？西部。啊，是在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。有谁知？知道，邓波波，青海在哪里？青海在中国吗？我稍微讲一下，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原先是西北的民歌，那怎么会流传到青海呢？就是因为在1946年，这一年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它特殊吗？这一年的春节就是我们抗战胜利的第一个春节，所以呢，西北的这个军阀嘛，布方，他就邀请了王洛宾，请他帮他写歌，写歌在青海西宁这个地方演奏。那时候他们有一个春节晚会，你可以想象那时候锣鼓喧天，人山人海，各种表演节目，他就希望他的节目一定要得名次。所以呢，王洛宾就帮他写了这首歌。但是呢，军队里面只有男生，那花儿与少年，花儿是谁呢？所以就由一半的军人男扮女装在高台上唱歌，你可以想象那个载歌载舞的样子。所以这首歌呢，也唱完了以后，过了这个春节就在青海传唱起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西北到了青海，大家回去要研究青海在哪里。请欣赏。
是最好的角度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这里可以看见我们的指挥优美的指挥